今天老字号教大家如何写贵人纸。一份贵人纸共有四张，接引贵人符，射书，金牌，白解。如何填写贵人纸？首先，我们需要在接引贵人符上填写自己的名字。男生的话是填写在右上角，填上姓名、生辰八字和住家地址。女生的话则是填写在左上角，也是填上姓名、生辰八字和住家地址。之后在射书的部分填上地址、名字、生辰八字和当天填写的日期。金代表填写当天的日期。之后我们在白解的部分填上名字、生辰八字和当天填写的日期。金代表填写当天的日期。最后在金牌的部分填上名字，男生填在右边，女生填在左边。填写完毕之后就能画掉咯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之后老字号还会陆续教大家其他小知识哦，请继续留守关注我们。